查正文书。在说他安达阿里郎哈里郎哈拉里哟阿里郎沙里哥我要约去情人你呀丢了我走不到十里远叫就生病谢谢好中国海儿里居心团结亲看美元朝拜美的野心蓝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大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亲抗美援朝大败美帝也心蓝也心蓝谢谢啊这是平常啊这是平常还有山区是很高的山，你可以看到外面的地貌，道路很差，所以车很颠。由于美帝等国的封锁，朝鲜的沥青路没办法进口国际上通用的改型沥青，所以道路的路面好多都是拿水泥又在沥青路上填补的。智力，所以坑坑洼洼。颠簸的山路，知识150多公里，要走4个小时。现在是2018年10月26日上午朝鲜时间，下午5:11，我们是8点钟出发的，距离东安营西城的地方还有30公里，这里是个山路。
制吧这个事儿。因此，不会。